好，首先呢，我这边呢有一副牌，他们的牌背呢是长这个样子，有很多符号的。有红色，有白色，有很多符号。等一下，我想请你记住一个符号，但是你先看一下，比如说这是红、白、白、白、红、红。那你等一下记住那符号呢？你帮我说相反的颜色。好。所以假设你刚刚记得是星星，那你就是红、白、红、白、红、红。了解。OK， 我要看你哪一个在说谎，那你不要让我看到，然后遮住，然后写出来，然后背对过去。好了，这再叫，然后把它盖一下，给镜头看一下。你帮我放着就好，放着就好，你用想的。红红白。红白白，好，那我把它画出来，然后盖一下，不要让他看到。OK， 好，盖起来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你可以了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我现在转过去。对，接下来呢，我打开我的相机，然后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会用我的相机呢照在这上面，你就会发现它，瞬间它就变成全黑的状态。变全黑状态呢，仔细看，开始慢慢浮现它所有的那个符号出现了。有看到吗？有。现在心里面想好你刚刚选的那个符号，想好了吗？你就看到有个星球跑出来了。有看到？看出来，看出来，看出来。接下来呢，再仔细用力思考一下，仔细看，慢慢慢慢慢慢慢，所有呢，对，消失，只留下一个符号。这个符号是不是你刚才所选择到这个符号？真的，你说吧。有。打开给我看一下。完全一模一样，随便任何一个符号都可以，随便都可以，而且对随便选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这副牌。